如今，国内市场上的大七座 SUV 很受欢迎。今年上海车展，林肯就推出了全新一代的飞行家。飞行家在外观上其实就是个小号的领航员，尤其是燃油版本与领航员更是神似。飞行家虽然尺寸要比领航员小上一些，但是仍然具有强大的气场。家族式的星辉中网搭配蓝底的 logo， 全 LED 大灯和曲棍球式的 LED 日行灯都极具科技感。飞行家侧面具有典型的美系风格，线条平直，风格硬朗，飞行器机翼式的设计肌肉感十足，而尾部贯穿式的尾灯也是林肯标志性的风格，双边共四出的排气让飞行家显得格外的壮硕。飞行家的内饰与领航员也是比较类似，相比于航海家简直就是云泥之别，全液晶仪表、大屏幕、空调区域和中控台的造型都科技感满满。而且飞行家配备了六座和七座两种模式，座椅有30项调节，飞行家有汽油和插电混动两种动力，汽油机搭载了 3.0T 双涡轮增压，匹配 10AT 变速箱，而插电混动同样为 3.0T， 只是增加了电动机。飞行家相比于航海家确实要高级得多，而且飞行家今年就会上市，未来还会进行国产。飞行家的定位略低于领航员，如果其价格合理，那么它将会极具竞争力。